是茶叶。亲妈来了，茶叶又在这儿照镜子。没有啊。我觉得他们俩应该就在你拽，如果很沉，哎、就是你们家孩子。啊、老师，天哪！他俩一般晚上八点才起床。妈妈是，是妈妈，妈妈是，快出来，妈妈来看你了。不认识了，傻了。天哪！天哪！完了，他不认识我。那你还要吗？不要。卷卷。卷卷。要不然带这个走吧，后边的也行。不行，就没我们家那个沉。我怎么觉得你快哭出来了？啊，是快哭出来了！我的猫不认识我了。这才多久啊？你看看你亲妈。露娜本来有点傻。啊，对，我发现了，她是真的不聪明。她是真的傻。12秒以后。我抱到我自己的妈妈。别那么大声，吓着孩子了。看看看看。露娜其实还好，露娜是傻乎乎，没有什么想法。嗯，她不像老郑，老郑是有点慌。认识吧，认识吗？你看一眼。不认识，不看了。卑鄙的眼神。你怎么看着那么傻呀？现在好了，这个眼神就是我以前是后妈了。你本来就是后妈，亲妈跟沙发底下的。反正他亲妈他也不咋认识，亲妈也躲着呢。后妈也不认识了。哎呀，老师，他尿了吗？啊？哦，不是，吓死我们还没这么怂。他怎么一脸吃惊的样子？老师，你看一眼。看看你妈妈。咋回事啊？你们家都是大脑袋不装东西的。哎呀，你哭我笑的好开心，你眼圈都是红了，都湿了。就是有这个内存，但是内存里边，这个内存就是现在不太掉得出来。还行，他不躲，他不挣扎。我跟你说，你的声音在颤抖，你的声音带着微微的。他都不看我了，可不养了这么久的孩子，才半个月呀，揣了13斤的肉，不是，所以我等我把他带走的时候，是不是之前那半个月的熬猫又要再来一遍？我的天哪！我们继续空调上头躲着。现在那空调可尖一点了，宝宝。天哪！他害怕，这声音就是害怕的声音了。这委屈，你看小眼神儿，哎、委屈。你看他的小爪爪叠着，真搞笑，又湿又红。嗯，哎呦，哎，要跑，让他不行，放好半天了。哎，放下，你自己去玩吧。看他能跑到哪儿去？去吧。抽屉里，跑回抽屉里去了。他说只要那个老郑不跟他走，他就把别的猫带走。你看什么二虎啊这种，你看你觉得可以吗？露娜不见了，我也不知道。你不就把小白抱走吧？那行，那我看行。快使劲拍我们！快赶紧来个猫让我摸摸。不是这么拍的。使劲！我不想拍它。给你。孩子等着呢。我的天哪！我的天，这毛掉的！可以了，一会儿给挠秃了。哎呦，一大团一大团的，我的天哪！弹幕有人说过于沉重的案。可以了啊，累死我了，笑死！毛爸以后带娃就这样。那不行，孩子砸了，打废了那就。还要，我来，累死我了，迅速上手。差不多得了，孩子。有点累。就是累。你这个猫挺费人的。你这猫太费人了，费手摸摸。
汗毛太了特别多，特别热，那么长时间。我今天怎么想的？我穿了一身。对呀、啊，你这是太久没养猫了，是带点毛回去，你还是这种容易粘毛的材质，安慰一下我自己。三小时以后，露娜，露娜，你今天对你妈这是什么态度？啊，你现在跑我这儿腻腻歪歪的，合适吗，破孩子？啊，小猫咪的脑瓜子就那么一点点儿，你们还不如个小耗子呢。